那时候，耶稣用比喻对司祭长、经师及长老们说：“有一个人开辟了一座葡萄园，四周围上篱笆，掘了一个榨酒槽，筑了一座瞭望台，把它租给园户，就离开了本国。到了时候，他便派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向园户收取园中的果实。园户抓住他，打了他，放他空手回去。主人又派别的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打伤了他的头，并且侮辱了他。主人又派另一个去，他们把他杀了，以后又派了好些仆人去，有的他们打了，有的他们杀了。主人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他的爱子，最后就派他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。那些园户却彼此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了他，将来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抓住他，把他杀了，抛在葡萄园外。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呢？他必定来除去这些园户，把葡萄园租给别人。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？匠人锲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无脚的基石。这是上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。他们明白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，就想捉拿他，但害怕群众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以上是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好，请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在灵堂做弥撒，很自然的我们想到我们自己。每次当我们举行殡葬弥撒或者来到这样的地方，我们会想到我们自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天主面前去交账。一方面为他们祈祷，也让我们准备自己。今天的两篇读经让我有几个感受。首先是我们在世界上活着要修德积善，要不我们常说到天主面前去拿着什么去见他，天主审判我们，我们两手空空。读经一，多比亚的父亲让人很感动，他说，我常常按照天主的诫命生活。有一天摆上宴席要吃饭了，他对儿子说，咱们做点善事，每天都做点善事，你出去看看有没有穷人来，有穷人吃不上饭领到咱家里来。结果这个孩子就出去了，出去一打听，哎，哪儿有一具尸体刚刚被打死的，回来一报告给父亲，父亲说快去弄回来。以前他就弄回来过，埋过，因为他们是充军的，受压迫的，结果为这个被判刑。这一次又是看见一具尸体弄回来，谁也不吃不下饭去了，吃完了饭挖坑埋葬了。他不是为别的，尽管有困难，一直行爱德，找着行爱德，不是别人来找他，而自己。今天看我们能做点什么，每天在天主面前我们做点什么，为了帮助别人，好让我们得到天主的赏报。这个是读经一，不然我们两手空空，每天趁我们活着能够做点什么为别人，为了爱。今天的福音有两点我愿意给你们分享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葡萄园的比喻，天主就像那个园户，一个很大的葡萄园弄得很好，然后租给了别人。首先我想说的是，
我们活着，我们的一切是天主给的，他准备得很好。多少年之前造了我们，在更早之前造了世界，就像他怎么准备这个葡萄园，来准备好怎么样，他给我们准备得很好。什么也不是我们的，我们聪明，我们会说话，会办事儿，我们健康，我们有事业，我们成功。感谢天主，真的从内心，不只是口头上。有时候我们说啊，天主降福的我都挺好，哎，实际上我也挺有能力。不，从内心深处，每次在我们祈祷，无论早上晚上，在教堂还是在家里，一跪下来，天主谢谢你，今天我活着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。就像刚才讲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，什么都给弄好了，哎，你不要以为是自己的，这些园户不认主人了，来收葡萄不给，要钱没有，而且还打人家杀人家。没有这样的，我们有时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的，好像什么都是我的，天主要还我得看我同意不同意，给不给，给多少再商量。什么都是天主的，每天怀着这种感恩的心去生活，活一天赚一天。生命的短促，在这里有年轻的，有去世的，有上岁数的，都离开了我们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见天主，每天活着怀着感恩，一切都是天主给的，好好去环抱他。还有一点，我们自己可能就是这个比喻中的葡萄树，主人什么都弄好了，水池啊，围墙、守望台，然后榨酒池都弄好了，结了葡萄好酿酒啊，什么都弄好了，结果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我结了葡萄吗？我结了多少果实？主人对我们满怀希望，我是不是结果实？怎么的结果实？首先我们自己每天跟天主的关系我们注意，然后跟别人的关系，再从别人慢慢去改变周围的人。前几天我有几位国外的朋友来了，他们就是到工地上一看，哇，怎么这么脏，然后到处的就拾垃圾，看到垃圾就捡起来，然后又告诉我说，神父，如果工人们在工作，让他们今天在这儿离开的时候，每个人拿个袋子捡捡周围的这个垃圾，回来放到厨房，该烧了烧，该埋了埋，哎，第二天再来工作，这一块已经干净了，而不是相反的，让我们用完什么扔掉什么，扔在这儿，等我们走了，发现背后留了一大片垃圾。我们走到哪儿清到哪儿，干净到哪儿，自己也舒服，别人也舒服。是的，就这样的一点小事儿，基督徒就是去慢慢的注意结果时，不只是我自己念经，我跟周围的人，跟周围的环境，我要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，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跟别人，这都是结果时。让我们注意在生活中去改善吧，做一个果实累累的葡萄树。我们为了以前的缺失求天主宽恕，我们也特别祈求圣母，她是罪人之托，她也是每个人的母亲，为炼狱灵魂，也为我们自己祈求她，帮助我们像她一样结出百倍的果实。阿们。